本节目由欧莱雅美发挑战不同秀发问题冠名播出。没中啊？没有，给你给我拍，我怕挤着人家。出发点到了，我们到站。走了走了，我先下车，我先下车。小心小心，来来来。走走走。我觉得这少了一点东西，就是你看啊、哦、这个地铁这样子这么现代的地方，我觉得如果有 L'Oreal 的这个广告，我觉得一定好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为什么会特别提 L'Oreal？ 因为这个 L'Oreal 后面是广告是我拍的。现在走在走怪路上，刚刚遇到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被抓了。